今天是让人家兴奋的日子，看 Henry 从小看到大，他今天要找到他的热骨。我不止在这里为他证婚，最重要的就是代表耶稣为他来祝福。我不想从前的自己，你也有点不像你，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。日子只能往前走，一个方向顺时钟，不知道还有多久。安东，你愿意嫁给 Henry 成为一辈子的妻子吗？的退路，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。你每个呼吸，每个 Henry， 你愿意照顾安东一辈子，在他软弱的时候扶持他，在他需要的时候成为他的扶持吗？我愿意。我不像从前的自己，你也有点不像你。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，日子只能往前走，一个方向顺时钟，不知道还有多久，所以又让你懂我依然爱你。我跟安东认识也是真的蛮有缘分的，就当时是在我们家在烤肉，然后呢，我记得安东当时给我第一句话就是说你烤的羊肉串还不错。对啊，我说超好吃。超好吃，超好吃。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，依然爱你。我要感谢我爸，我爸真的是从我小的时候到现在一直特别特别的爱我，然后也照顾我，然后对。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，一个方向顺时钟，不知道还有多久，所以千里姻缘一线牵。有很偶然的机会他们见了一面，两个人从此就对上了。作为父母呢，我们衷心祝愿他们在今后漫长的生活当中能够同甘共苦，互敬互爱，共同铸造一个温馨美好幸福的家庭。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。东东啊，你是爸爸的宝贝，今天呢我把他托付给彤彤，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呢相亲相爱，还要孝敬你们的爸爸妈妈，做一个好儿媳好女儿。爸爸真心的祝福你们。爱你，我不像从前的自己，你也有点不像你，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。我的儿媳妇呢叫安东，是冬天的冬。我相信他俩的结合呢，无论以后是在春夏还是秋冬，他们都会彼此相扶，共同走他们人生的路。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，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。你每个呼吸，每个动作，每个表情，到最后我们俩也度过了也不少，然后今天能站在这边也不容易，也是两个人的努力，所以以后我们也会一起更努力，谢谢大家。
许是命中注定，多年之后。最重要的就是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在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帮我们准备了这么多，真的非常好，非常完美的一天，非常感谢你们，谢谢。依然无法忘记，我依然爱你，这是唯一的退路。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，你每个呼吸，每个动作，每个表情，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。你每个呼吸，每个动作，每个表情，到永远。好，我现在要宣布 Henry 跟安东成为一个夫妻。爱你。